今天我们要来做南瓜浓汤。准备的材料有南瓜半颗、洋葱三分之一颗、奶油一小块、月桂叶三片、水150ml、牛奶500ml。先把南瓜放到电锅蒸，外锅一杯水，跳起后焖10分钟。同时，我们可以来炒洋葱，放入一小块奶油。奶油融化后，就可以加入切碎的洋葱，炒软。接着把蒸好的南瓜倒入锅中一起炒一下，拿出果汁机，放入炒过的洋葱以及南瓜，加水后把南瓜及洋葱打成糊状。接着把南瓜洋葱泥倒入锅中，倒入牛奶煮滚，煮滚的过程中记得要不断的搅拌，锅底才不会烧焦。别忘了加入月桂叶一起煮滚。煮滚之后，南瓜浓汤就可以上桌咯。最后，如果喜欢黑胡椒的朋友，也可以加上黑胡椒提味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 YouTube 的订阅、点赞我的粉丝团以及追踪我的 IG 哦。